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崔静的小女儿，自幼孝顺父母，敬爱姐姐，她带姐出嫁的故事更是令人敬佩有加。求菩萨保佑我父母双亲健康平安，保佑姐姐姻缘美满。小姐，天不早了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，老爷夫人该担心了。我女儿的功力见长啊，都以假乱真了。娘，看您说的，我哪里有您绣的好啊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话没错。娘，您坐。映月，娘不坐了，娘还有事，你继续绣。老爷，你看咱们家映月也老大不小了，是不是该给她张罗一下亲事了？啊，映月多大了？哎，看你这当爹的，还有两个月就满18了。啊，是该给他找个婆家了，让我想想。哎，还用想吗？不有现成的吗？嗯，现成的。是啊，你忘了吗？李员外家的李公子比映月年长一岁，不正好吗？况且你和李员外又是至交，映月和李公子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你不说我倒忘了。是啊，李公子儒雅多才，和咱们映月很是相配，只是不知人家是否愿意。愿意。李夫人前天来咱们家小坐，还提及此事，说让我和你商量一下，你同意了，那边就要下聘礼了呢。嗯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。嗯，老爷你吃块尝尝，是映雪亲手做的呢。嗯，不错。映雪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。对了，怎么没见映雪啊？她去观音湖祈福去了。老爷，你先吃着，我进去看一下。好吧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嗯。爹，刚才那几个人是谁啊？哦，没什么，是公事。哦，爹，我娘呢？哎，映雪，你怎么才回来呢？娘，对不起，下次我一定早点回来。爹，您生气了，都是映雪不好，以后再也不敢惹您生气了。哎，你爹不是生你的气。哦，那我爹生谁的气？不会是姐姐吧？正是你姐姐。姐姐？哎，我和你爹刚刚给你姐姐商定亲事呢。亲事？哦，是不是那个李公子？太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爹爹是舍不得把姐姐嫁出去才不高兴的吧？爹爹是不是啊？嗯。您别不高兴嘛，姐姐就是嫁出去了，不还有我呢？再说了，
姐姐还可以常回家看你呢。哎，他爹，你看你干嘛苦着个脸？嫁女儿又不是什么坏事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映雪，你快回去睡觉吧。爹娘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女儿告退。哎，妹妹，你慢点慢点。姐姐，你看这菊花多美呀。是啊，这些菊花都是你为姐姐种的呢。姐姐，你坐好了。小姐，墨磨好了。一叶新霜着瓦青，芭蕉新折拜荷青，这不是白居易的咏菊吗？是。耐寒唯有东篱菊，耐寒唯有东篱菊。妹妹，最后一句是什么了？哎呀，我也想不出来了，姐姐，您等着，我去爹爹的书房查查看。哦，放哪儿了呢？原来在这儿呢。这礼单上怎么写的是吉家呢？难道爹爹答应的是把姐姐嫁到吉家？他爹，你看你干嘛苦着个脸？嫁女儿又不是什么坏事。爹爹这么做一定是有难言之隐，可是姐姐怎么办呢？妹妹，姐姐，妹妹不用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你看，最后一句是“金粟初开晓更清”，姐姐的字写得真好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没什么，可能是刚才走路走急了。姐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让姐姐幸福。小姐，你还真像个俏公子呢。从现在起，我不是小姐，你该叫我公子才是。是小姐，不是公子。我们该上路了。小姐，坚持一下吧，再有几里路就到了冀州城了。不是告诉你不要叫我小姐吗？哎，又忘了。不过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谁会听见呢？小妹妹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起来。谢谢公子。哦，不客气。抓贼！啊，抓贼！
这位兄弟，这钱袋可是你的？哦，是我们家小、小公子的。哦，多谢仁兄帮忙。哎，惭愧惭愧，可惜让那贼人跑了。贤弟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谢谢公子，今后若有缘还能再见。公子慢走。贤弟保重。我看这位公子相貌堂堂，为人仗义，倒是和小姐您很相配呢。哦，不许胡说，咱们还是快去吉府吧。老伯，我们是来找吉老爷的。老爷外出了。吉家大少爷呢？少爷跟老爷一起外出了。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老爷说8月15少爷大婚之前会赶回来的。哦，崔公子别在外面说话，屋里请啊。啊，多谢老伯，我们还有事，不打扰了。那好吧，不远送了，公子慢走啊。爹您喝茶。爹，您最近总是闷闷不乐，能和女儿说说吗？没什么，爹很好。啊，爹。你先下去吧，爹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老爷，你来听听，好像谁家要娶亲呢。娶亲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啊，不是早就说好了今晚咱们全家赏月的吗？8月15是来迎亲的日子呀。老爷，你说什么？什么迎亲？是他们来迎亲了。迎亲？你是说来接咱们家女儿映月？是啊。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什么时候下的聘礼也不告诉我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蒙在鼓里呢。幸亏女儿的嫁妆我早就准备好了。素儿，素儿，快叫大小姐起来。夫人，大小姐要出嫁？这孩子都要做新娘子了还不着急呢，快去给大小姐梳妆打扮。是。素儿，干什么这么急呀？夫人让我找大小姐去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映月啊，李家来迎亲来了。娘。不是李家。不是李家，那是谁家？是吉家。吉家。映雪，你。爹，您放在书房的那张礼单我都看过了，也去吉府找过。他爹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映月，爹对不住你啊。爹，您别这么说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都怪10年前的一句戏言。戏言？是啊，10年前我和冀州长史吉茂一同赴宴，当时酒后一句戏言给你应下这门亲事，谁知10年后吉家却当真要来娶亲。啊，爹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忘记姐姐和李公子是青梅竹马了吗？映雪，不许和你爹爹这样讲话。娘，爹说的是真的吗？娘，我不嫁。映月，别哭，娘给你做主。老爷，映月不能嫁，咱们把聘礼退回去吧。退回去？说得容易，吉茂是我的上司，不好得罪。而我崔静自幼饱读诗书，又是地方的父母官。他爹。事到如今，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娘，女儿不嫁，女儿不嫁。你先把姐姐扶回房里去吧。姐姐，咱们先回房吧。我不嫁，我不嫁。哎，老爷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啊？哎，姐姐，别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来喝口水吧。映月。爹爹，我不嫁，我不嫁。映月，你，我是你娘啊，你不认识娘了吗？他爹，你快过来看看女儿怎么了。爹爹，我不嫁，我不嫁。映月。
映月，都是爹不好，爹对不住你啊。爹娘，现在哭也没有用啊，还是想想办法吧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爹，一句戏言岂可当真？爹爹，您就忍心拆散姐姐的美好姻缘吗？爹也不忍心把你姐姐就这么嫁了，可是爹当初答应了吉家，就得说到做到啊。爹，我想吉家也该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他们也是大户人家，应该是明白事理的人，不如去吉府一趟，说服他们退亲。哎，不可能啊，聘礼都下了，何况他们这么做也是信守承诺，无可厚非呀。女儿别怕，娘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。快告诉你们家老爷，我们公子来接新娘来了，新娘子打扮好了吗？好，您稍等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，我给老爷通报去。哎，老爷，老爷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，你先在外面应付着，有情况再回来禀报，快去吧。啊，是，老爷。老爷，迎亲的人就在门外，映月那里怎么样了？还能怎样？一直哭。哎，老爷，你别着急，我再劝劝女儿去。我不嫁，我不嫁。映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不嫁。姐姐，姐姐。我不嫁，我不嫁。映月。我不嫁，我不嫁，我不嫁。姐姐，映月。老爷，迎亲的人等得着急了。啊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老爷，这……嗯。啊，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老爷他，老爷他，老爷他自尽了。老爷，娘。映雪，你爹呢？娘，爹在这儿呢。他爹，夫人，是我不对，可是我真没办法呀，既不能失信，也不想让女儿失去幸福啊。可是娘扔下我们娘几个不管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我不嫁，小姐，我不嫁，小姐，我不嫁，啊，不嫁。娘，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我要带姐出嫁。带姐出嫁？带姐出嫁？映雪，你不是急疯了吧？娘就你们这两个女儿，你姐姐已经……你再这样，娘还怎么活呀？娘，父亲有了急难，女儿理所当然舍身相救。只要父母双亲平安，就算女儿给人做奴婢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何况吉家也是有名望的人家，有什么羞耻的呢？姐姐既然不愿意，那就让我代替好了。这，映雪，可是怎么和吉家交代呢？父亲当初约定娶亲，但并未说明娶哪个女儿，那么嫁小女儿也不算违约呀。这，爹娘不用担心。吉时已到，请新娘上轿。映雪，爹娘，我走了。雪人真好看，虽然雪人的生命很短暂，
但是因为他把快乐带给了别人，所以他心里也是快乐的。爹爹，为什么雪人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呢？太阳出来它就化了，它不害怕吗？虽然雪人的生命很短暂，但是因为它把快乐带给了别人，所以它心里也是快乐的。希望我的映月和映雪天天都像小雪人一样快乐。爹爹，雪人，妹妹，姐姐，妹妹。姐姐，映雪嫁到吉家后，贤淑谦和，吉须德才兼备，后来官至宰相。而他们美满的姻缘是夫贵妻荣的典范。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话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健康舒适餐盒结缘，日期4月23日，农历3月15日，星期二，时间上午11点开始发放，地点林雅区林荣里里长办公室前。高雄市苓雅区凯旋三路885-887-889号，洽询电话0722123-23，0722123-23，0728202-78，0728202-78。广邀大众响应如素一日活动，当日有免费理法意见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启建护国祈福法会，恭送大吉大乘地藏十轮经暨小红山，恭请常住法师及法务僧众领众。日期4月25日星期四至4月27日星期六，每日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，恭送十轮经四品。4月27日下午2点，小红山。法会地点南投分会。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86-4，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11，0492561311，草屯分会0492315999，0492315999。一天，佛陀从肚提长者的门口经过，那时长者不在，看见长者的家布置的富丽堂皇，大厅旁还放着一张精美的座椅，有一只狗很舒服地趴在上面。这狗看到佛陀探头进来，就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凶狠地一直吠，汪汪。
你就是这份贪嗔之心不去除，过去生这样，现在生也是这样，习气依然不断。没多久，肚提长者回来了，这只狗不像平常一样高兴地跑去欢迎，一直趴在地上不动，连主人叫它它也不理。于是主人问佣人，是谁得罪我的狗儿，怎么不高兴了？佣人向主人报告，刚才佛陀来过，讲了几句话，他就静了下来，连饭都没吃。这位长者爱狗心切，马上去找佛陀直问，您是那么慈悲，但为什么经过我家却骂我的狗，让他闷闷不乐？你关心这只狗是正常的，因为这只狗过去生是你父亲，所以你这么关心它，它也很喜欢你。肚提长者听完不太相信，用什么方法证明它是我的父亲呢？它有守财执着的习气，在你小时候，它怕财产失落，所以埋藏一些金子和财物在家里，因为他执着的念头很重，死了以后还不放心这些金银财宝，所以又投胎到你养的母狗胎内，好回来看守这些财宝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回去问他过去所藏的财物在哪里。肚提长者听了半信半疑，回到家后，他摸摸这只狗，对他说，你如果真是我父亲，就带我去你埋藏财物的地方。结果这只狗在椅子底下不停地嗅来嗅去，并且用爪子一直爬。长者看到这只狗的举动，就叫工人移开椅子下的地砖，挖掘了一尺多深后，果然发现许多装金银财物的瓮和珠宝箱。这位长者看到这些东西时，不禁泪流满面地说，好夸张啊，如果人一心执着实在可怕，父亲为了守住这些财物，竟然死后还回来投胎身为一只守财狗，真是可怜又可悲啊。我太难了。学佛多一点，父母亲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，不要对物质和金钱斤斤计较，孩子的学习成长过程中，父母亲是最重要的榜样，凡事教孩子以正确的角度面对，那么他长大以后便不会是个小气鬼，也不会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子，对事事物物都可以中庸之道面对。佛教讲不执着，就是说凡事都应该看待，不应该对某件事情固执追求。世上绝大多数人执着于名利食色睡而生起烦恼，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智慧的人，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，不要让烦恼主导自己，甚至于弄到想不开或做傻事，而是要转一个念头，因为所有的事情总有烟消云散的时候，人生如梦如幻，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。